放眼望去是数不完的假钞。在玻利维亚年度祭典中，民众购买纸扎模型，希望事业一飞冲天，买车买房赚大钱。根据当地原民文化，神明 Akeko 具有替事业财富带来丰收丰盛的祝福，被民众认为有如财神爷一般的存在。纸扎业者也会在祭典期间贩售名车、豪宅等纸模，民众会依照心中的愿望购买相对应的模型。由于国内疫情严峻，目前已经超过20000人染疫病逝，近65万人确诊，这让今年最夯的商品变成戴口罩的娃娃，甚至连阴性检测证明以及当地疫苗护照都有。Sacar hasta la prueba PCR hay negativa, entonces están pidiendo comprando la prueba PCR para que no den positivo a COVID。行之有年的传统节庆，过去一直是穷困民众向往美好生活的梦想天堂。只是今年许多人最大愿望，却不是想着财富自由，而是最朴实却也最珍贵的身体健康。带新闻线条编译。